这么丑，还这么丑。那屁股还坐地下了？本来就臭，还坐地下。瘦的需要干过恢复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。怎么了？你要啥哦？啊，想吃肉肉是不是？啊，你知道你今天要啊，是给你买，是给你买的。然后握个手，换只手，我不要你死，不要死，起来，握只手，换个手。哎呦喂，就这样吃。好，拿走吧。小一点的可以玩好久，大了哈，那个，你别想咬破呀，那咬的是。乐园啊，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些新玩具，都是前些天给你买的。我现在把玩具扔出去，我让你拿什么，你就把什么拿回来，明白没？好不好？啊，我看看你都认不认识了，行不行啊？你觉得你能不能拿回来啊？能啊，真的？啊，那试一下吧。好，我现在随便扔出去了。去把那个刺豚拿过来给我，去吧，刺豚啊，放我手上啊，去吧，刺豚，好，真棒，又掉了，再帮我拿一下吧，谢谢。好，去拿那个大糖果，好，真棒，好，怪叫鸡呢？把怪叫鸡拿过来啊，哎，真乖，还有一个小驴呢。OK， 谢谢肉圆，都拿。元福就那么趴着看李多吉啃，看的比吃的还来劲呢。元福，你就那么看着他呀？好吃吗？别杵着啊，乖，别杵着。这拉了脸拉了的，这完犊子玩意儿，这咋又拉了个脸呢？哎呀，我这干哈呢？这没不希望我们大欢了？歇呀，太不过了，来，妈歇，来呀，别生气了，快来吧。来呀，歇，歇，哎呀，这家伙的，哎呀，歇，哎呀，完了，他也不干了，哎呀，你妈呀，都歇呀，都歇了，别耍了，哎，吃醋的玩意儿，啊，不咬不咬，妈就歇你，谁也不摸，啊，啥玩意儿呢？嗯，啊。